这道题，易错题。严老师从一楼走到三楼用了60秒，现在以同样的速度啊走到六楼，问你还需要几秒？不要着急啊，不要着急给老师答案，我们来通过画图来看你做的对不对。也就是说啊，老师这里我用一条斜线表示啊，老师爬楼是吧，之后这是一楼啊，之后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六楼啊，二三四五六，好，仔细来看，也就是说一楼到三楼严老师用了多少秒？这里的话他用了60秒，对吧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，实际上他从一楼到这个三楼用了60秒，他真正只上了几个楼层？是不是只上了2个楼层？因此的话，他相当于就是每个楼层就是花了30秒，是吧？现在他到了三楼，要到六楼去，还需要几秒？我们看一下，他还需要走几个楼层？1个、2个、3个。因此的话，他还需要多少秒？90秒。